你今天的妆容带美妆了吧？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你不一样。不对，没有带，你跟之前不对。那你拿一个纸巾把嘴巴挡着，我看看。你看，我有手吗？那为什么你今天的妆容不一样呢？我看不出来。我今天什么妆容吗？你绝对带美妆了。我没有，我带了就会直接说我带美妆，没带就是你的。那你，但你这个妆容不是你的妆容。人会变的。哦、哎呀，你妈一回去就变了。就像我以前在四川，我在成都，我是不会困，在自贡是睡不醒。我今天可以这么跟你说吧，我早上从昨天可能大概凌晨3点睡到了早上8点钟，然后下去吃了一个面，回来9点多继续睡，睡到中午12点起。你昨天给我打视频了之后，你睡了吗？睡了呀，就睡了。啊，然后睡到早上以后，然后我就。下去9点钟吃了个面回来继续睡，睡到中午吃了个午饭继续睡，睡到刚刚7点半起来吃了个晚饭，化了个妆。就我今天一天什么都没干，就一直在睡觉。而且我现在甚至可以这么说，等一下我下播了以后我可以马上睡着。哼，不要跟我说那些，老子不得给你打视频啊，滚吧。我说滚吧，我不得给你打视频，不用跟我说那些啊，不打就不打，下了播马上要睡觉，这就是怕我给你打视频呗。我不是听不明白你的想法，这些东西我需、我不会给你拒绝我的机会。想法实属有一点太多了。他好爱睡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他其实该睡。那他那几天基本上都没睡觉，我都不是跟你们讲了吗？他自己去逛超市去了，他脑袋不好。以前我跟他住一起的时候，他真的就是睡醒了，家里没人了，你给他打电话问他在干嘛。他自己在外面吃火锅一个人，这是因为很独立的表现而已。对，我昨天跟泡泡说，我说你干这个事情，他都震惊了，他说你真的这么独立啊。我说对，他真这么独立。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觉得，而且我甚至觉得一个人逛还比较舒服。是吗？不用在那等这儿等那儿的，等这儿等那儿，谁等谁呀、啊、每次都你自己那好好意思讲吗？哎，行了，就是跟你连线说几句话，就这样。不玩啊！你现在你条件这么好，我没条件。你看我现在拿什么条件打你？嗯，他要我现在要凑122个人，我想说放弃。想不想玩嘛？晚一点再说吧。我回家也睡得好，我回家还真不一定睡得好呢，因为，哎，我回家是真不一定睡得好。但是我白天可能睡，我在家里不玩啊！拜拜拜拜，你过来给我打个电话，就是给你打一个视频。给我打视频回去，一回去人没了，给我两个人可装什么呀？我真的服了，哎、我给你、哎、算了，我不想说。好，我们说谁被谁没了，我今天把消息我们拿出来放给大家看，你拿出来看就好了，行吧？行啊，无所谓，你拿出来看。他给我这里就是，这个是说的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哦，这个是我问他我的视频怎么样。然后到了后面之后，我问他视频怎么样啊？然后到了8:59的时候，他给我发个呵呵，人走茶凉。然后我就，哦，不是这八，是早上8:59。我说我怎么没回他，在睡觉。然后睡醒了之后，我给他发了个，我说呵，你有一条消息吗？然后他就跟我说，他开这么久的高速，他如果是谁谁谁，他开这么久的高速，我会不管他死活吗？我说你跟你爸爸一起呢，我说我需要关心你什么，担心你什么呢？然后他就不回我消息了，我还给他发了一张你们截的我们两个人图，我发给他，他不回我，一点妆没看到。然后我到了过了2个小时，我给他发个人走茶凉，他说我这个人一旦下头，8匹马都拉不回。我说那你就下你的通天大头去吧，记住是你失去了我。他说是你太现实。走了以后再见只是陌生人，我直接不理他了。跟我两个人说这些我无所谓啊，我完全不 care， 随便你怎么样。我 care 吗？我也不 care。 结果半夜还不是你忍不住给我打视频了。我纯粹就是好奇好奇我又出去干啥了，就好奇我看你在干什么，就是说出来就是查一下岗，就是看一下我不在，我没有联系你，你看看我在干嘛了呗，就我看一下你在干什么东西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可真搞笑。看了以后，然后我就火速的挂了。火速挂了，隔离那么远。我那时候正在跟泡泡烧烧在吃烧烤，离那么远，把它摆在中间，跟我们在那讲这儿讲那儿讲八卦，我真的服了，还舍不得挂。那你看，从此以后我还会跟你讲什么八卦吗？从今天开始，今天是北京时间。你满嘴巴除了威胁就是威胁，我真的跟你待在一起，我好累呀、啊。我就觉得是讲实话呀，就你那么 diss 那么不愿意的话，算了呗。
我不选勉强任何没人。听见你说啥，耳机掉了，你说啥？没事没事，真的行好吧。累呀、啊，好累好累好累！谢谢，多喝热水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表情啊？没见过呢。就给你打个电话，没什么别的。好，我说要不要一起玩一把呢？玩一点吧，现在我打不动。叫什么？PK，他不只是他不。本身就有输有赢，要跟谁玩嘛？互相我不承认互相想念对方的意思。哎，现在还真没到想念那一步，一点还都没不到，会。真还没到，真还没到。现在我只有那种愤怒，我对他只有愤怒。你想跟谁玩嘛？到底看不看？我愤怒倒不是，就是纯粹就是觉得没什么，我没是什么很意愤思。怒，因为他走，他连走之前他还带着威胁的语气。我真的愤怒，我这个仇，我真的，我能给他记下来。等嗯，我哎，谈无恋爱所那一谓。天，等我谈恋爱那一天，就是我消失的那一天，你找不消着失我了。最好，你千万消失，我真的而且愤最怒，好是他是，一直消失。因为我这个人特别讨厌人家威胁我、恐吓我，他就是句句威胁、句句恐吓，然后我还没办法。那你就赶紧吧，然后到时候你就整个人就一直消失，然我后绝对会消失。我找你找不到那种，嗯。然后你一直都找不到你，然后以后你吵架啥的你也别来找我的这种，最好是这样的，我不会好吵吗？架，啊，不会吵架。嗯，OK，行，你说的就对了。嗯，天落乌，天上飞，要不要玩一个四人？你想跟谁玩？你拉一下，你现在有很多好友了，我没有好友。你是有很多好友的，你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，你现在你来拉个四人。我就吃冰冰这套，我吃个屁！我是发自内心的讨厌。我经常因为这个，我有时候我心情好，我就让他拿捏；我心情不好，我直接跟他吵起来。我真喜欢吗？我没有那么贱骨头，各位，我是真的讨厌人家威胁我。你拉，哎呀，我不，我现在等都一是下，你朋友，你随便拉进来，反正我也在这儿呢。应该是连那个寻找更多主播，对吗？对。看一下现在谁在哈，那我就随便拉了。你拉嘛？你想拉谁都谁，都行，都谁出？我就只拉了2个，泡泡因为屋其呗，他的人在那什么，我只有这2个人，泡泡屋呗，是不是啊没有呜呜在那个什么，？Hello，Hello，呜冰呜冰在的不姐，是你拉进好来的妹，吗？泡泡跟 PK，我乌只妹，拉了你叫呜呜，她乌妹啊？谁拉我的？我不知道谁拉我的。我拉的，当然是冰姐了呀。哎，冰冰姐穿的也很鲜艳耶。冰冰对姐呀，喜为了欢你啊，冰你两个姐妹啊，整天穿的花枝招展的。你看呜呜多低调，昨天也是黑白的，你穿黑的。我衣服几乎都是黑白黑白的，我也没看看我灰再拉个色。谁嘛？随便你拉，咱们就是简单玩一下吧。想玩，那我随便拉，我拉一个跳舞的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谁啊，但我。可以随便拉吧，请玩一下。冰冰姐，我感觉她有点那种，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看她就想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看着你也想笑，那你就俩是先感拉觉吗？我看看，我先找有人。一点点不知道是生疏还是什么，就是那种感觉到，感觉很谨慎，像那种教导主任是不是？对，不有用点把太尴拘尬谨的说感的这觉，么美好哈，就直接尴尬就对了，还教导主任呢，老铁。直接说尴尬就好了，别我把跟尴尬呜呜说真的的还跟这么呜呜美化真了的这个不会词。尴尬，我也尴尬，那我先走了，你们先我再很聊期着。待，我很期待，我下次见到冰冰姐啊，是什么个情况还是一样的，你会发现。哎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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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披萨，披萨，Hello，Hello，呜呜姐和啥小小天，欢迎冷。欢迎你好。，Hello，Hello，玩一局，玩一局，随便玩你一先局。玩吧，就一二三四吧，输了的行，话，最后说，对，最后说吧，反正也好不会太吧？玩太狠的啊，好，可以吗，披萨？披萨可是我英语老师啊，披萨，你还记得？我当然记得啊，记一辈子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行，那咱们最后说。好，最后好，说我吧，们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，一好会儿嘞，见，OK。好。哎，我把冰冰给毙了，毙习惯了，毙你吗？冰冰，怎么听不见他声音呢？我先禁止，小冰三也冰，毙了。哎，毙不毙你啊我？不要逼我，逼我干嘛呀？我不要拉是多票尴尬啊！呀？啊？我要拉票啊！你拉你的票呗，你就当我不存在，我行就吧不行去吧，了。票位也不错。对对对，我刚才拉的。
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有点记不住那个，但她的名字我就知道是一个跳舞的美女，我就给她拉进来了。谢谢维维，是说谢谢。就一二打三四，就是说乘法三四，对吧？你看我这个毛，我真的无语啊！它就这几根，我的妈长脚了是不是啊？我一直怼捋捋捋。你回去好玩吗？我也想回去了，我在这里。就我回来不是玩的，反正只有昨天一天，我昨天还出门了，幸好。我们破个百吧。帽子压了。压也太不好看，像小兰的感觉。小兰是谁啊？柯蓝。我感觉他们演的好厉害，谢谢。你从哪儿看出我们厉害的呢？你那个票面小。你刚才多你几十票。不是我们厉害，不是后面发力的那种。而且我感觉这个会跳舞的这个女孩子也很厉害，呜呜也很厉害。你现在是 number one， 330。对，你看呜呜，看下面，虽然我闭麦了，但是你看呜呜的表情，谢谢向阳。呜呜确实很搞笑。条件也不错，嗯。谢谢大家。爱只有简单笔画。是熟悉的，对我还是听的。谢谢无情，谢谢明天天，谢谢大家喽。森林北最近咋没连？没有不连啊，只要我碰见了，我都会连的呀。每一次只要碰见了我都会连姐姐的。各位，这什么歌？这个叫爱不单行。谢谢恐龙的黄桃罐头，感谢大家。你们故意的说话我听一下。你听嘛，你好奇，你想听谁你就听谁。谢谢大家的小礼物。告诉我爱不担心别害怕。谢谢奶茶冰茶加奶的那个后个签吧，那个后个签吧，黄桃罐头到底开了他吗？记得，谢谢理不理他，没有到 C 的情况下，但是有点喝多了。谢谢画影，谢谢我蜡笔小新，谢谢飞机，感谢大家。我们知道冰的经典动作吗？什么经典动作？哎，有时候人家上次你们跳，你们有的视频那就不是我，那都是冰冰，你们给我往我的视频里面放，人家以为是我呢。冰冰戴个帽子，戴口罩。我那天刷到了。解释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还有半分钟，各位，咱们众筹一下。谢谢 Nick 的黄桃罐头，感谢大家。好呀，感谢冰可乐的多喝热水。谢谢我咋地的保时捷，谢谢咋地，谢谢我咋地。还有我被坑。谢谢谁多喝热水来的？谢谢冰可乐都喝热水，谢谢雨太阳加雨的星星，十秒了，你们就谢谢我一出，谢谢我一出的猫喵喵一号，谢谢我一出，谢谢一出，哇，我居然可以还是第三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我一出的喵喵一号，谢谢我的小星星，谢谢我的弟，谢谢我，恐龙，谢谢我一杯冰可乐，谢谢我幻影，谢谢我油爆虾，谢谢我西西，谢谢无情，谢谢我小狗，谢谢我一出，哎，那习惯开麦给直接又毙了。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，怎么奖励啊？
怎么奖励啊？太阳票多，太阳说呢？没事，你先说，你想看谁？你先挑一个。那我就说乌姐跳支舞吧。行，我跳个舞是吧？行。这好专业啊，每个舞里边还有那个，还好对呀、啊。咱们搞的就是说排面啊。那他跳舞，你敢学他跳吗？我敢学他跳吗？嗯。我跳一 k 又，冰冰姐可以吗？很简单的，他跳的很简单，你就学他。很简单，对，一 k 又挺简单的。学嘛。我这个只能蹲着才看得见我，我没事，你随便，你看行、啊，你就学我跳也行，你就学他跳。学他你也不尴尬。你坐在这里。差不多吧，就这两个动作。我刚还是用心在学了哈。你跳了吗，冰冰姐？为什么你老是做奖励，我都看不着啊？你跳，你刚刚跳太投入了，你头这样抬起来，对，我刚一直在学你。冰冰很不，呜，很明显跳的比你那个，因为我初学嘛，下一次确实你有点紧张嘛，你这很硬，但是他跳的就很那种很轻松。嗯、下次冰冰姐又紧张了是吧？找他那个一下，私下找他练习一下啊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嗯，行行，嗯。好，那就舞了，就舞了，辛苦了啊，各位，嗯嗯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走了哈，下次见，下次见，嗯、拜拜，拜拜 ，Kisa， 拜拜，冰冰姐，拜拜，小田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，不能玩了。